大家好，今天来跟大家分享 Meet Journey， 这是一个输入关键字 AI 就会帮你生成超美的图片。当初遇到这个的时候，就像遇到薯条，一根接一根，爱不释手。那它是在哪里，怎么操作的呢？我们就开始吧。先进到 Meet Journey 的官网，好，这里我们点选 Join the Beta。那在这个地方会需要先注册，注册成功之后就会跳到这个画面，按接受邀请。这个 AI 算图是在 Discord 网站上面的一个功能，所以如果是使用手机版的话，会需要先下载 Discord 的 App。左边这里有 Newcomers Room， 下面这里 Newbies 的房间，不同号码的房间也都可以点进来。或者是 General 系列的房间，这里也可以进去来算图。为了让大家看得更清楚，在私人讯息这里做示范，先输入斜线，选 Amy， 试试看 Amy， 我知道 ，Z。不到一分钟的时间，产生了四张图片。下面的按钮 U 代表的是加大图片，增加解析度。那对应过来的号码就是1234。下排的 V 代表的是变化，也就是说从对应过来的 V3 这张图片，希望从这张图片再延伸下去做一些变化，就可以选 V3。这个按钮是把所有的四张图片整批再换一次，做一个变化。以上是快速上手 Meet Journey， 有兴趣的朋友就来试试看吧。